上香，带领大众在佛前献香礼佛。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长老日前带领中澳新佛教论坛的多位法师及贵宾参访佛光山南天寺，蛮可法师也带领南天寺僧心二众接驾顶礼。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则透过视讯欢迎眼觉长老等人。我们未来的人间佛教还是以扎根于教育，为世界的佛教培养弘法人才，这是我们的使命。青山绵绵禅音起，鸟语声声泛拜吟。现场播放南天寺弘法30年历程的影片，包括南天寺建寺缘起和星云大师主持南天大学开幕典礼等。They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ir professions to enrich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contribute to a more compassionate world. 在大师的身上，我们一直受到大师精神的感染，尤其今天这个身临其境。感受到佛法的伟大佛陀的慈悲，还有大师的愿力。最后，蛮可法师代表常住赠送星云大师的心经墨宝卷轴与眼觉长老，眼觉长老也回赠一幅观音菩萨画像，促进佛教与文化交流。人间新闻澳洲雪梨综合报道。